今天很高兴认识大家。那我们请我们的所有会员请起立，本人愿意以诚心的态度对待分会会员及他们引荐的人士。三，本人愿意在分会会员及他们引荐。OK， 各位，如果想要吃最正宗的日本料理，到日本厨房，因为她的老公是纯正日本人，在台湾开日本料理店，可能是全桃园唯一一个日本人主持的日本餐厅。